咁而家呢個時候咧，亦都有請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副主席孫永明先生咧，將頒發嘅紀念座咧，俾主講嘉賓。好多謝兩位，請就座。我哋咧影一張合照先啦，好，唔該曬兩位先就座，亦都唔該曬咧我哋嘅傳媒朋友啦。好啦，嚟到呢個時候咧，今日嘅醫學研討會咧亦都接近尾聲嘅時間啦。咁喺呢個時候有請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嘅副院長兼營運總監李春君教授咧為大家作結尾嘅致辭嘅，有請。孫主席、霍太輝院長、陳懷利士院長、張玉明院長、陳烈南會長，我今日好榮幸同埋好高興可以參與呢個研討會，好高興、好榮幸咧，因為呢個研討會個內容咧，對我嚟講都好有用，同埋大家都好欣賞裏邊嗰啲內容。好高興咧，讓我高興見到我啲舊同事喺中文大學，同埋老朋友，我就老啦，佢哋未。同埋咧，我諗我都唔需要 HPV vaccination 啦。同埋仲有咧，就係、是、澳門新朋友同埋新嘅，對我嚟講係新醫生。我同澳門傳媒講咧，我已經嚟咗澳門大約嘅八個月啦，差唔多係半個澳門人。我而家每個星期喺澳門嘅時間咧，多過喺香港時間，就希望繼續可以努力喺澳門一齊做下係醫療方面嘅事。喺呢個研討會咧，我哋就聽到關於各方面嘅腦啊、血管啊、心臟啊、眼啊、癌症，嗰啲新嘅知識同埋歷史啊、新嘅發展等等，深入淺出，大家都得益良多。我要趁呢個機會咧，多謝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組織呢、這個醫學研討會，同埋中文大學各位教授在香港過來澳門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新知識和發展。還有呢，就是多謝兩場那些 moderate 做這個會議的支持。最後我要祝各位身體健康，來年的新年快樂，多謝各位。好多謝李教授，請坐下。咁陳啟明教授咧，咁啊喺呢個時候咧都趕及啊嚇，可以喺呢個接近尾聲嘅時間嚟到會場。咁喺呢個時候，不如咧都請陳教授咧上台同大家講翻幾句説話啦。有請陳教授。李教授、院長、各位同事、各位朋友，好對唔住，今日咧真係遲到咗。主要就因為咧，華北就冰天雪地就封咗京珠公路。咁我原本咧喺温州開會，喺惠州開會，咁啊預咗5個鐘頭應該趕到嚟澳門㗎。咁因為封咗路咧，就結果用咗7個鐘頭。咁啊，今日圓蝦一面冇辦法同大家，即係可以更加親切啲講下關於運動醫學啊、運動創傷。咁其實咧，呢一個安排咧係中文大學醫學院嘅一個特別安排。我係中文大學最後一個秘密武器。
咁啊留翻個關子咧，就希望咧就出年啊或者以後嘅時間咧，我哋都可以中文大學被邀請嘅時候咧，咁下一次咧，我應承阿胡教授咧，我排第一㗎啦。我試一晚咧就已經嚟定咗。對唔住啊各位，因為咧我知道咧有幾位喺廣州嗰啲同事咧，佢又想早打定電話話我特登嚟聽你講嘢㗎，咁所以我一路個心咧就好急嗱。今日咧就當然唔可以阻大家太多時間啦。咁其實運動醫學咧都係同大家好息息相關嘅，特別係今年咧2008年咧係奧運年，咁大家都知道咧，今年咧就係中國人最驕傲嘅時刻咧，喺北京主辦奧運。咁香港亦都咧有機會成為奧運城市之一，就係協辦馬術嘅。咁啊，亦都要擦下澳門啲朋友鞋，因為你哋喺歷年嚟咧，喺重要嘅體育項目中咧，都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啱就做完東亞運動會啊、室內運動會啊，咁我哋好多地方咧都要向你哋借鏡嘅。咁所以希望咧，即係以後咧，香港、澳門一齊咧，係做好我哋喺運動界嘅一個崗位，為祖國爭光。咁今日咧就唔講太多即係運動醫學嘅嘢啦，就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咧留翻少少間關節，等我有機會再嚟澳門，咁啊同大家拜個早年，希望各位啊新春愉快，身體健康。多謝。多謝明教授嘅。其實應該係唔講嘢，唔做嘢，仲要遲到添，真係唔好意思。好多謝先生，好多謝陳教授，請就座。會2008已經圓滿結束啦，好多謝各位出席，咁喺度咧亦都祝大家咧嚟緊係節日愉快啦，同埋身體健康嘅，好多謝各位。